蔡淑薇议员第六次定义大会对都市发展局提出质询，位于中华南路与清水路交接口的两块空地近期出现工程告示牌，上面写着土壤污染改善的告示，但令议员相当质疑，设计单位竟是写着都发局的字样。因为设计单位是台进，施工单位是台进，那我们的都发局只做监造，那都发局本身对土壤的污染的处置我想不是很内行，那为什么没有配合我们的环保局环保单位来做这样的一个处置，我想这些爱去输客解。议员10月18号正式来到现场进行勘查，并针对污染土壤的处理对现场的施工单位提出质疑，现场简陋的污染处理设备让议员相当担心会再次造成现场土地的二度污染。你现场污染的土你怎么处理，是现场客土然后回填，或是离场到最终处理厂，他没有一样知道啊，所以我们只好亲自到这里来了解一下，你们到底是离厂或是现场客土啊？我们是做现场处理啦。现场处理。哎，啊，如果他超过污染管制标准，是我们没办法处理的话，我们会把它列为有害事业废弃物，再进行离厂。蔡淑薇议员希望都发局能够即刻停工，让专业人士来进行处理，不要让污染事件再次扩大，危害到四周民众的生活环境。记者周敦宇、冯一奇台南报道。